肯定在前面，走，快！ 这对狗男女逃跑的时候都手拉着手，奸夫淫妇不戴好死。小绿君，啊，拿起你的枪，捍卫你的尊严。哎，等，捍卫尊严。太君，我有点头晕。 Back， 后面去，看好。是。你放开！站起！
一到这鬼谷密林，老子起一身鸡皮疙瘩。赵哥，要不咱们还是撤退吧，这地方阴森森的，上次老大就在这儿。你说什么呢？赵小鱼说了，把那吴喜春揪出来，天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让他当了队长。对呀。哎，干嘛呀？不就是几只鸟吗？大惊小怪。一位不，撤撤，撤撤，快快！别动！耿田，哎，把他们几个都绑了。好，算他阿飞，跟我走。是。起来，走。起来，走。快点。哎，好好好。起来，快。金姐，江队长，你现在可以抓到吴喜春这个女人了。抓到这个女人以后，她就随便你怎么样。是。赵哥，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队长，吴喜春来了！我家家赵哥，队长，吴喜春，队长，吴喜春来了！赵哥，给我站住！你今天死定了！队长，吴喜春来了！队长，吴喜春来了！来了！队长，郑小林也在。郑队长，郑小林，你个狗日的！队长，救命啊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吴喜春来了！吴喜春来了！队长，吴喜春来了！啊！吴喜春出现了！郑队长，哎，消灭他！消灭！嗯，快杀了！啊！小心！啊！哎呀！小心！给我追！快！啊！别去了，我怕跟他。丹俊，你记得，如果你不杀过去，我现在就毙了你。别别别，我回去，给我撤，走走走走，来，撤，走，追，杀，快快，
从今天开始，老大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江队长，你不要怕这个女人，除了兵力和武器，我们都比她强。是谁？江队长，你现在是黄学军的队长，你要勇敢面对这个女人。老娘要把你杀了！吴喜川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郑小驴也是个男人。郑小驴，你也是个男人，投靠了日本鬼子，你不是人！你这个狗东西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吗？你更对不起狗蛋，你不是人！郑小驴，不用理这个女人，你是个男人。是是，吴喜川，我自打进了你家家门，你给过我好脸色看吧？我当牛做马的，我活了有什么意思？你投靠日本人就有意思了。哎，有意思。哎，我现在有个男人样。今天我就杀了这狗汉奸。下去。现在撤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只有跟我一起杀过去。喜春，咱们赶紧撤回密林里去。不行，我要杀了他。快走。少佐，我们还需要追击吗？这里到处阴森森的，对我们非常不利。撤退！